跟上来了，真跟上来了。王总，现在情况不明，建议您取消行程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取消，人家都看了两次了，说不定今天就能定下来。请您以安全为重。那你们把他甩掉啊，甩掉就行了，不就是一辆破面包车吗？那请您坐好。是南青市电视台吗？王总啊，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先透露给媒体。不关你的事，没事没事。你们呢，赶紧把石头拿到二楼贵宾厅啊。啊，我是前两天丢赌石的那个王子林呢，还记得吧？对，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被车跟踪了，这件事儿啊非常严重。你觉不觉得他这个人有点奇怪？遇到这种事情他不报警，先打电话给电视台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先把石头搬上去再说。OK。什么人？出来吧，我已经通知保卫科了。保卫科？不过几个臭女人而已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小心调虎离山。